别看我吃这么香啊，可以把我当成垃圾桶，想到就到。我们大学宿舍有八个人，七个结婚了，四个有了孩子，只有我一个人高不攀低不就的尴尬着。就连公司不太熟的同事都可以说我没有人情味，白领假清高，没有女人味，不会有好的男人来爱我。哎呀，你别哭啊！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行吗？哎呀，你别哭啊！我，哎呀，是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什么开玩笑的？无意识说的话才是真心话。怎么想的？虽然才会这么说，那我说真话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我是觉得你聪明，能承受得起我才这么说的。包括我平时跟你开玩笑、跟你抬杠，那也是因为我觉得咱们俩智力相当，棋逢对手。其实我觉得你挺优秀的。优秀有什么用？再优秀也是个不男不女。你呀，你就是没遇到你喜欢的人。你要遇到你喜欢的人，你肯定有女人味。女人嘛，肯定有石头的一面和水的一面。在我们面前，你当然只有石头的一面了。不过你这一哭，我倒隐隐约约看出点水的感觉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当然了。我知道你这是无意的流露，我肯定不是你喜欢的男人。当然不是。哎呀，你吧，这个要求就不能太高。你看，你要求这个男人又能承担你家庭的一切，学历啊、相貌啊、谈吐举止啊，包括生活习惯啊，你全要那么优秀。我怎么就不能对生活有点奢望啊？这就是你的问题了。怎么会有一个男人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呢？其实，这男女相爱吧，它是一种心理感受，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一种一股暖流涌到心里的感受。这种感受啊，你用你的表格肯定找不到。你好像挺有经验的。一套一套的，哎，经验谈不上，浅见而已。那，你有很多女朋友吗？我一个都没有。那你就是纸上谈兵了。等你有了实际经验之后，再来教育我吧。店员，主管，有人找你。你好，你好，打扰你工作了。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好吧。你好，杨怀特。你好。坐吧。啊，服务员，再来杯咖啡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时间不多，马上有任务。我今天找你啊，方可就不知道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。我明白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跟你聊聊。毕竟方可就以前是我老婆。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，你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
说来话太长，不说我吧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条件还不错，这满大街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，哎，你们飞机上漂亮空姐看都看不过来，哎，你怎么就会看上我老婆了呢？是你前妻。对，我前妻。没什么理由，就是感觉不错。什么叫感觉不错？感觉是多空虚的一东西，一团气儿的，靠得住吗？温暖是不是一种感觉？那你觉得温暖靠不住吗？我觉得可舟跟我在一块儿，可能就是有这种温暖的感觉吧。我前妻跟你说了我们以前的事儿？他什么都没说，他很维护你，是我自己的感觉。又是你感觉？我的感觉不对吗？现在该是我感觉你了。要是我发现你对我老婆，你前妻，好，我前妻，要是我发现你对我，你对方可舟耍花枪，别看我是他前夫了，我一样饶不了你。我倒觉得你现在有点像方可舟的人事经理，在对我上岗进行资格评证呢。有时候啊，一个女人看一个男人太容易感情用事了，男人看男人不一样。一面之交也看不出什么来，我们还得走着瞧，你说呢？走着瞧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你不要再等齐小云了，他不会跟我离婚。我本来就没等，他离不离婚我都不在乎了。不管你在不在乎，我都要告诉你，季霄云为什么不跟我离婚。你认为我有必要知道吗？季霄云不跟我离婚并不是因为他还爱我，是因为他不可能放弃现在的一切从头开始。表面上他是个感情动物，可骨子里他是一个比谁都世俗的人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，秦淑燕，你就多保重吧。你也是，多保重。哎呦，真香啊！烧什么好菜啊？哎呦，黄瓜！你这么天天回来吃饭，得交伙食费了啊！不是，一定一定。还什么菜？哎呦，糖拌西红柿。哎，我说可舟，你说这杨怀特真能跟你好下去吗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，不是，你觉得这个杨怀特他靠谱吗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你说他会不会骗你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不是，没什么意思，不就瞎聊吗？洗手去。哎。我一直在等你。是给汪立明打电话吧，别打了，我来他知道。艾雨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我说完两句话就走，那份合同我已经签过字了，就在汪立明那儿，你记着去取。谢谢你。以后如果再谈恋爱的话，你不要再找结过婚的男人了。我本来就没想找结了婚的男人，是你欺骗了我。
不是。在你的潜意识里，你需要一个成熟的男人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哪个成熟的男人背后没有女人呢？是你没有耐心陪一个男人一起成长。走了，我不会再来找你了。但是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我明天就搬走了，都收拾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搬了。另一架飞机就要着陆了，我得腾出位置来。罗建军，什么事儿？其实我和杨怀特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知道，不用解释了。哎，今天我洗碗。最后一顿饭了，我得尽点责任。我能帮你什么？啊，你把要的书都挑出来吧。都是你的书啊。你挑挑看。这还是咱们结婚那会儿拍的。那时候啊，舍不得花钱拍婚纱照，就找了一朋友到圆明园、颐和园拍了一溜够。你就喜欢名胜古迹。结婚的时候我问你蜜月去哪儿，你说去长城，差点没把我气死。你不是还是去了吗？那你就给我两个选择，要不去长城，要不去故宫。我觉得还是长城浪漫点。哎呀，早知道现在这个结果，当初真应该多花点钱，好好度个蜜月。不说这个了。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。别说了，谁结婚不是想着白头偕老？怨我。也别说怨谁不怨谁了，两个人的事儿，一个人决定不了。想想以前也真是，干嘛那么较劲？现在想起那句话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是真的。后悔的话不说了。不说了。后悔的话，就当成前车之鉴吧。以后跟别人在一起，别那么较劲。你以后跟邵家欣要好好的。你跟杨怀特也好好的。搬家公司几点钟到？啊，我约了他们十点。哎，别往里放，太皱了，我帮你熨熨。啊，不，不用麻烦了，这熨完了箱子一压，也就皱巴了。
你还能跟过去运呢？往后你就甭惦记我了，我一大老爷们儿怎么着都行，你就好好照顾自己吧。你以后也不归我惦记了。是啊，你要惦记就惦记杨怀特，他挺好。这是家里房子、电器，所有东西的证件和发票，你拿着。车的票据你拿走。我已经整理出来了。啊，对了，别忘了每个月20号交房贷。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别酒后开车。知道。别总是坐在马桶上睡觉，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上次我们单位发的速冻包子还没吃完呢，你带一些走。你刚搬过去，不方便开火。行。买什么呀？哦，就这些，就这些是吧？对对对。轻点啊。别抱着，凉。那个书，对对对，行。你看看，还要搬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走了，我送你下去。别送了，建军。你就这么走了？走了，不回来了。现在，咱们才算是正式离婚了。你是一个不错的男人，虽然我从没说过，可心里一直是这么想的。谢谢。走了。
你是不是忘了拿什么东西啊？ 重新开始吧，建军，你看着我。怎么了？你现在真的很轻松，很解脱吗？当然。当我把钥匙交给他的一瞬间，我心里真的觉得挺轻松的。 我们要不要先收拾收拾？先不收拾。你告诉我，你走的时候他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他也挺轻松的，还说了很多祝福我们俩的话。我们俩是笑着分手的。建军，你知道我都做好什么准备了吗？ 什么准备？我本来以为你会挺失落的，我还准备要好好安慰你呢。用不着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把那些安慰我的话都给忘了它，啊！你真的这么想？你以为我是装的？放心吧，面包会有的。 改变改变生活习惯，没事出来走走，别老没事窝在家里，要不就是办公室。哎，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，爬山也就是想想而已。这儿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呢，如果你想啊，我会经常带你出来。嚯！哎，小心点儿。累了？有点儿，别说爬山了。 平常我连楼梯都不爬，看样子你得多锻炼锻炼。不行，我得歇会儿。好啊。哎，起来。啊？你起来。怎么了？地上湿气重，坐地上对身体不好。来，来。嗯，谢谢啊。 哎，那你怎么坐地上了？你不怕呀？男的没事，女人容易沾湿气，对肠胃不好。你有过女朋友吧？有过。那后来呢？分开了。 你跟我说说他吧。都过去了。
你们为什么会分开？老天爷的安排吧。让着，哎，林丹青，林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你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家住这儿？对呀，你又没跟我说过，我怎么知道你住这儿？刚从一个同学家出来。嗯，你这是去哪儿？去书店买几本资料书。哎呦，我的领导啊，你就不能让你的脑子放松放松啊？今天可是周末法定休息日，你今天都不休息，公司也不评你当劳模呀。你又在讽刺我呀？我没讽刺你，我是把你当哥们儿，我劝劝你，你就不能开发点别的兴趣，比如说找个男人约会什么的。你也是个女人嘛，不用我天天提醒你啊。你这还不要天天提醒我呀？这样吧，我呢闲着也是闲着，我陪你去趟游乐场吧。我跟你去游乐场？呵，那我可是牺牲我宝贵的周末时间培训你。我是怕你啊，真谈恋爱的时候吧，一点感觉都找不到，让你男朋友觉得旁边站的根本就不是个女人。你才不是女人呢。我是不是女人啊？哎，你去不去啊？你今天周末都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做做家务。就做家务呀？是啊，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从没想过出来玩，就觉得自己挺忙的。现在想想，其实也就是做做家务，很琐碎，是个家庭妇女。以后啊，我可不允许你把时间消磨在家务上，更不允许你做家庭妇女。那你让我做什么？做一个被我照顾的幸福女人啊。头发乱了，没想到你手劲那么大，都把我掐死了。哎呦！胡扯！嘿，你看呢，都动不了了。不对吧？我记得我刚才好像是死命拉着那个护栏，都没撒过手。死命拉着护栏都不撒手，害怕吧？你也知道害怕。你以后交男朋友。就带他到这儿来，就坐过山车，这样你就可以趁机拉他的手了。我为什么要趁机拉他的手啊？不懂了吧？谈恋爱有肢体接触，那才是一个转折点，没有肢体接触那叫谈判。歪理邪说。什么叫歪理邪说呀？我这是把你当哥们儿才给你传授这秘诀的啊。你也不想想，你这么强的一个人，你要不主动拉人家手，谁敢拉你啊？所以叫你来坐过山车，就在那种濒临死亡、失去理智、魂飞魄散的瞬间，抓住他的手，让他知道你也是女人，你也需要男人的保护，你也会小鸟依人。不好了，你还不爱听？我这可是用心良苦啊。去，你这招啊还是自个儿留着用吧。等你交了女朋友的时候，你可以趁机去拉她的手啊。
right through her. But you better first check for an odor. Does she have a best friend? You 干什么呢你？你回来啦！哎，你看漂亮不漂亮？不是，你这都什么呀？哎，床单是红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这窗帘又是黄的，不是？你闹心不闹心啊？我看书上说，这鲜艳的颜色能改变人的心情。我觉得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所以专门买的，想改善一下。那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再换回去。我不喜欢，你还是换回去吧。我一男人住的房子，用得着这么花里胡哨的吗？你一个男人住的房子，是不是永远都不想有我的痕迹啊？你都搬过来三个多月了，还是你那堆东西。我弄什么你都说不对。嘉欣啊，我有我的习惯，你想弄什么？你得事先征求我的同意吧。事先征求你同意？嗯。我要是事先征求，你事先就会直接说不同意了。我睡着了吧？还没进城就睡着了。我睡了多久啊？得有两三个小时了。那你怎么不叫我呀？看你睡得香，舍不得叫。你要不要上去坐会儿？还没吃晚饭呢，上去随便吃点吧。你知道吗？我等你这个邀请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。还在生我气呢？我就是觉得太花哨了。你一个小姑娘，跟我的眼光当然不一样了。那我也是好心好意，你不会好好说呀？再怎么着，我也忙活半天了，你不喜欢不能好好说吗？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留，直接就让人家换回去。好了好了，是我说话方式有问题，我下次一定注意，啊。那你亲我一下。以后你不许跟我发脾气，你比我大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你得让着我。行。吃饭吧。哎，哎，喝瓶啤酒啊。哎，这好好的包子，你怎么都给扔了？过期了。一直在冷冻室里放着呢，怎么就过期了？你都搬过来三个多月了，这包子一直搁冰箱里，那还不过期呀？哎，你看看，还有五天才过期，你这么扔了多浪费啊！哎，哎，反正早晚都得扔，今天扔跟五天后扔不一样。哎，那可不一样，这没过期的东西你扔了，它就是浪费。好了好了。这包子，我今天要是不把它拿出来，这五天你想得起来吃吗？那你过五天再扔也不迟嘛。过五天，包子真过期了，我扔了你就不会跟我急吗？这包子，你压根就不想吃，也不想扔，你就想搁冰箱里留着，因为它是方可舟给你的，对吗？包子当然是要吃的。
你提他干什么呀？你搬过来了，新居在方可周呢。方可周没搬过来，可这处处都是他的影子，就我多余行吗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吃饭吧，啊，快吃。我能进去参观一下吗？可以，你随便看。好。我还没来得及收拾，饿了吧？我蒸了包子，吃饭吧。好啊。你们家装修是谁设计的？都是罗建军一手操办的。嗯，看得出来。他是个挺讲实用的人。他呀，在生活上一直很有计划。当初为了买房子，他做了一个3年计划，结果还真把房子给买下来了。装修的时候他又做了个预算，结果装修完跟他的预算就差了10几块钱。我跟他正好相反，做什么都没计划。就说这张餐桌吧，当时的预算是1000块钱。可我就是看上了这张桌子，为这事儿我们俩还狠狠地吵了一架，最后还是他让步了。好，买冰箱的时候他非得把这1000块钱给省出来。现在这冰箱特别小，装什么都装不下。为这事儿啊，我们俩也没少吵。我们别老说罗建军了，还是赶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秋季的宣传攻势对一年的销售至关重要，多上点心，不但要快还要好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有时间吗？一起吃个午饭。好啊，我请你吧。别别别，我请你。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说吧，吞吞吐吐可不是你的风格。老纪走了。为什么？你们的事儿，公司知道了。公司高层认为他品德不好，要求他辞职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具体时间我也不太清楚，直到来了新主管，我才知道他们早就做了工作交接。对不起，翁黎明，让你夹在我和季霄云中间，两边不讨好。毕竟你们两个人是朋友嘛。再加上个秦淑燕，我是3面和稀泥，两只手都不够用的。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你想打听吗？不用了，他好就好。也是。还是各就各位，各安其命吧。喂，怀特。哎，我不是杨怀特，是我。哦，有事儿吗？我正在找那个汽车保险单呢，没找着。哎，我记得好像是在书柜的一个黄色文件袋里边，在这儿呢，我见着过。哎，那我过来拿，你方便吗？现在，你过来吧，方便。好。这儿还有你几件衣服，回头一块拿走。在哪儿呢？卫生间呢。哎。我说这水箱漏了，哗啦哗啦的响，你也不烦呐？正要修，还没来得及。好了。
这衣服是我的吗？啊，秋天的衣服都放在储藏室里了，你走的时候也给忘了。这还有呢。哎，车简单呢？在这儿呢。哎，好。喝口水吧，给你带了。坐着喝。哎，不了，我还得赶着上今天的车险呢。哎，这几天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。你呢？挺好就好，我也挺好的。哎，行了，我走了。好拿吗？哎，好拿。你别送了，慢点开车。哎，再见。我以为你一生气不来了呢。我就知道你盼着我别来，我才来的。气你！哪儿买一堆二手衣服？什么叫二手衣服啊？这本来就是我的衣服，放在原来家里忘了拿了。你又去了？啊。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还不生气？哎，这就对了嘛！啊，学着大度一点啊！人家方葛洲是我前妻，哪那么容易就一刀两断啊？我知道，我能说什么呀？谁让她是你前妻呢？哎呦喂！不一刀两断，我理解，就是在感情上。不许再扯来扯去的！你小丫头片子，有时候说话还真挺气人的，知道吗？你谁想你呗！别闹，让我喝水。不让喝。嘿。不让喝。什么不让喝？就不让喝。连你一块喝了，啊？爱过的人，黑夜比白天多。爱着的人，一句爱你都不敢说。这城市寂寞的像座城堡，仿佛谁都挣扎后逃不脱。可是我不想这样的生活，直到眼角的泪将视线淹没，直到感觉幸福就快要错过，才明白我们的日子快乐曾那么多。想牵你的手，让星光在你眼中闪烁。靠近你温暖我，尽管连一句永远都不敢承诺，但这一刻我宁愿化作飞蛾，扑向那灿烂夺目的火。我不后悔，只想对你说。